那里国土新闻啊，什么嘛教育部啊，那个加国土部什么嘛啊微啊课纲微调啥那个，然后挂三维路那个一啊拉给啊那个，不要紧，干净那个没啥嘛，给估计卡死估计什么嘛，我有问题啊，哪一种那个维路卡啥？啊那个有干的黑啊，你啥对过来那个苏联的拉给啊？那当然，苏白的干那个高云苏文卡，高云苏台球那个拉给嘛，他们对苏教育部，目前嘛拿来嘛，我们啥搞那个一哪一种课纲干那个？为完你什么是垃圾？哪那个？没有那个用那个热心台湾干那个？你安是维路的维路干的嘛？然后伊话包呢，冇使呀，把军队都咁好，冇呢，伊呢嘛冇拉起嘛，然后担心我嘞。退回黑山课纲，还我教育正义，还我教育正义。台湾各界大舅他们对说归拿来比如咁好课纲，又还是咁来解释。然后伊话包呢，冇使嘛，他们对说归教育部噶国教署，一呢归还他们对个那个，比多金白的，那么嘛说教育部，你知嘛？你那是垃圾，那那个比如课纲干的嘛？那侬几万人家也不打工，还经不是把教师弄个没家，得让很熬的麻烦。莫是可以这个领教育部干的，目前嘛，比如我们过来那个下届，那来帮我一家那个课纲干的，娃来呢，阿给什么拉木干改，没家谁都好嘛。我们希望课纲的内容必须要符合专业、多元、连贯，而且客观。课纲的审议程序要能够符合法律的规范以及民主的精神。第三，我们要求要退回课纲。以上，我们衷心的希望教育部能够以开放、透明的方式与学生们一起对谈。我们将由同学所撰写的给部长的一封信，以纸飞机的形式，象征我们对于纯净教育的希望以及期望，来传递给我们教育部的官员。上一回什么跟他们对话的会，谁都跟那个他们说，教育部跟那个突然说会的有约定，我们看那个拉会有那个课纲跟你，突然那啥个是本五年是过了嘛，还拉会，不要回来嘛，记得单独谁都你会他们对。那位爸爸那时候那个教育部跟你那个你呢，无疑我还拉回了。那时候你还是改变无疑，明天我们还能够跟好样干啥？比如讲，我一说到，目前嘛，我那是垃圾，那那可以去干干呢，我还是牛混可以说到了。教育部开的第一场台中运动座谈会，发现他们招架不住学生的力量，发现他们的区位支持被戳破之后，单方面取消了接下来三场，拒绝跟学生完全拒绝跟学生沟通。我们只是要追求最基本的公平与正义，我们只要追求理性的对谈。什么教育部我们这么国教说明说看那个，你莫要来干个国教人了，一年来黑国人好像干啥呢？其实我们国教署这边都持续在跟，包括新竹中学，包括师大附中，包括台南一中，三个学校保持密切联系。教育部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态度，就是说等到学校这边他们安排或者准备好了，我们自然就会去配合。刚才你这个来，那我这个领导教育部，你看你单来弄啥？啊，那也是个你阿拉国谁都啊，给不了改样改教育部管理。他们说给你单哈，教育部管理，过来一个比如课纲干下个一弄下个那那，啊那好应个，目前嘛马吉古跟阿关呀，瓦兰呀，给潘阿公都有问嘛，他说个嘛样。